完整个视频你会学到一个阵中有三分射手的战术，一个双控球后卫的战术，一个帮助三井开大的走位，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假如你是多人运动队，你会如何进攻？高沙可以和三井在外围玩挡拆，短把樱木机动性强，理论上对上赤木可以有优势。战术就是这样，看看他们能否执行得到。假如你是 Happy Max， 你会如何进攻？木和藤真都是控球和得分强的角色，进攻时一个带球引来协防，另一个走控位等待接球投篮。赤木就可以在球场正中间帮手做挡拆，当对队友投篮时可以入篮下抢篮板球。战术就是这样，看看他们能否执行得到。这个时间三井有大，我们如何可以帮助他出手？
这个战术有点像 NBA 开界外球的战术，射手负责开球，其他人一字排开启接球，接球后同时走入篮下的方向，再回传给射手射球。我是你猪，我猪，我不懂说国语，做一个视频花上了很多时间，如果缺少了你的一个 like， 我怕我会支持不住，下次见。